他在点什么？你们来入侵我了吗？ 对面 ADC 三个人都回家出个攻速行吗？他为什么不走直线呀？ 操你妈！恶心我！我身强力猛，神龙更胜一筹。作恶之人不可能抵挡风暴。 太快了，来不及越，突然有机会越。 哎呀，抢俺们的战利品，蛮横不讲理的东西，抢我的人头，我操！
这给我 K 了，我靠！这么直播间的节奏这么多呀，我操！我的战利品，抢俺们的战利品，哥们儿，你是真能 K 呀！哇，这左一捡了个惩戒，我操！我操啊！为什么呀？你都把打野杀了，还过去干嘛？他不是把这面打野杀了吗？把头都 K 了，你还要过去干嘛呀？哎呀，我操你的妈！真的。哎呀，我操你的妈呀，怎么一个都杀不掉呀？哎，我好烦啊，真的。
送爹呀，打不过不要送爹，好不好？哇，有点急。感谢铲车人的走狗的办卡，谢谢的办卡，感谢感谢，谢谢谢谢办卡，谢谢谢谢。谢谢大呀，我靠，你怕什么呀你？为什么第一时间不打？啊，我真够霸服了。为什么队友都是屎啊？真的，为什么队友都是屎啊？都是那种，哇，好离谱啊！这你不打吗？你这让我怎么玩啊？那把把都是这些，把把都这样的队友，对面全是小带，我们这边全都是那种，全都是这种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哇，我好气啊！真的，凭什么？为什么我这么努力？哇操，我他妈真不知道该这游戏该咋玩的，说句实话。李奶奶。我感觉我这把得超级认真才能赢。没人能帮我分担压力，你知道吧？都是帮我承担痛苦的，没有人能帮我分担压力，全都是让我承担痛苦，还要 K 我的头，你知道吧？我操你的妈！哎呦，三个人就投降了。别演我呀，我好烦呐、啊！别要演我呀，对面就被人十五分钟啊，十五分钟这两个装备。我好折磨呀，真的好折磨呀！为什么这威恩可以这么肥啊？他没进化开呀！哎呀，我一拳给你奶做掉，真的就是不大。就是不大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不大，兄弟，就是不大。为什么不大呢？F6 那波也不放大，
别打字，中单，还是他一波。对面 ADC 没闪现的，帮我把他杀一波，我收了，就杀他一波，我就能 C。做点事情啊，兄弟！这把两边中单换一下就好了。本来就逆风，这中单还这样子搞，很让人厌烦，你知道，很让人厌烦。打他！Nice！ 啊！怎么杀呀？旁边还有个酒桶在边上。神龙之力，神龙之怒。别打字了。怎么又不动了呀？交闪了吗？
Nice 呀！这些人就是好面子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这些人真的就是好面子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他们又想赢，但是又觉得自己很委屈，你知道吧？就是要打字，就是要沟通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喜欢恶心队友。你各退一步，这把会这样子吗？对吧？大家各退，我库里奶奶，大家各退一步，这把会打得这么难吗？要非要吵架打字，你多刷几个兵不行吗？对不对？非要吵架打字，非要吵架打字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你看，又去打了，你打你的妈！就非要打字，搞队友心态啊！非要把就非要吵架挂机打字才开心是吧？非要把这把搞输，我真服了，真的。都已经打回来了，还要打字，你这波早点来站位，这不会这样吗？打龙那边都第三条龙了，这个畜生还在那边打字，还在那边打字搞队友心态，你知道吧？都他妈的又是打回来了，他就是要打字恶心队友，你知道吧？我这把要不是直播，我他妈也不赢了。你妈这畜生凭什么赢啊？凭什么给这畜生赢啊？又想赢又想打字恶心队友，打团还不来，一直搁那打字。真你妈畜生这种人，你知道吧？妈的，恶心这种傻逼！真的晦气啊！说实话，我这把要不是直播，我也跟这个逼互动了。啊，无所谓是吧？真恶心，这种畜生！啊，一辈子钻三的废物，真的一辈子钻三，你知道吧？他这种钻三，他上不去分是有原因的，你知道吧？格局太小了，真的是格局太小了。来开一波，开一波，赶紧打一波，真的赶紧打一波。我打一秒了。装逼啊，对面伤害很高的，不惯的这种人，真不惯的这种人，你知道吧？他们很恶心，你知道吧？又开始说一级了，那问题是我们没有打回来吗？还要在那边说一级，我没有打回来吗？这把我这把一级挂机，对面三个人偷，我是不是打回来了？是不是打回来了？你就说，随便打回来的呀，又不是打不回来，非要在那打字，搞得我心情有点烦了，你知道吗？对面这个 ADC 他没带进化的，开了他就死了，风雨保护不住的，他还做了个水银啊。有眼吗？难怪刚才那个佐伊要走，
这边是有个睁眼看到我的，不然他应该不会走的。这判断意识哪有这么好的？我头有点晕了，赶紧结束吧，不然等会要犯病。别吃那个红了，直接团中啊！把他们也去吃了呀！这刚来二刀他直接死，你知道吧？打不了了呀，这波。哎，算兵线去吧。不过好像不用断。对面双龙会了。坏了，对面不会不打龙全来抓我了吧？我操！我死了呀！我怎么走？玩不了，接着接着接着接，踢不了呀！队友直接 ADC 直接被秒了，怎么打？哎，下吧下吧下吧，我真无语，赢不了，我春哥没了。不是，塔下挂着，怎么了？我没打回来。哎呀，这些狗钻石真的恶心！我说实话，这些狗钻石真的恶心。这些逼钻石，这些逼养的钻石真的恶心，一辈子钻石，一辈子上不去分。点了点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不想玩这把，让这些人输吧。
我不团了，就这样吧。这些鱼可配鱼。给推了，给推了。嗯。打不过了，你知道吧？现在已经打不过了，这边拿个大龙威人神装怎么打呀？打不了。能赢，他们不珍惜，你知道吧？那波拿了大龙直接来站位，对面怎么打呀？那波威人还没水银的，你知道吧？太恶心了，这个。